这条线歪歪斜斜的，谁能看出来一人一半？这是哥田数的运用，将田块分为若干，归田、斜田、基田、湖田。归田的算法是半广义乘除，基田的算法是。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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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怎么这样？老哥，这人是你叫的吗？是你让他动的手脚吧？啊！数清赤诚，我没有算错，也不会是我。怎么平白无故就少了四分地呢？就是那么少了。行了，大哥，你别在这演戏了啊！你以为我傻呀？啊，少了四分，你想独吞？谁独吞？给我这四分地！谁给你的？他们都说我算错了，但我反复愿送过，肯定没错。又是那不是，你跟那些刁民有什么可计较的呀？你到最后还不是比谁的拳头大？比拳头大小，那要用上公元宝之术，测其体积，取周瑜高。哎，咱们今天去的这个赌坊，是揽西然来人华新开的，还不认识咱们俩，还没有见识过你的厉害，今儿就玩一炷香的功夫。 随你挑。开牌。别说，别说，别说。
你们俩双手全都没了。现在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听说你精通算学，天黑之前把我账房里的账都给盘清了。你。 姐，走我行下。陆爷，他怎么一个人来了？姐，那我本来是赢了300两的，那加上老帅最后一把，一共赢了500多两呢。不是，是他们耍诈。 帮于，能思行力嘎。哼，你也不在我们仁华县打听打听，就这俩的脑袋，耍可以，诈，就算了。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他们进赌坊，尤其是你的赌坊。这是给您的见面礼。 既然都来到了仁华，必须要尝尝我们的丰盛火腿。算呆子呢？老帅在账房里算账呢。姐，我玉还在里边啊。哎呦，我说你，陆远，何其雄才，何其雄才啊！呆子。啊。 姐，走啊！我还没送完。算了，孩子，回去了。站住！200两银子留下才能走。姐，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脸了。陆爷，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你活个屁！ 都干！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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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去扬州开了分铺，续了鞋。这边的铺子就我姐一个人操了。我这样一定得替他分忧。六分，师母六分，我得好好赚钱。人话赚不了，我就去省城。干片大的，哎，老帅，你是不是好兄弟啊？你可得帮我到时候。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不是我算错了。 是田七跟田母，本来就对不上。你怎么还在想早上那块田的事儿啊？这个田它不对呀，可能当初他画田的时候就有纰漏，你管他呢。不是那一块田的事儿，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发现他们所说上来的田七，跟他们找人实际量的，也对不上。你要想查清这个，那就得去架个库了。 价格库，对啊，咱们人划的每一块田地啊，那都得把田主，位置、四制，还有面积，都得在官府登记造册，一份呢，田主留作地契，一份做成榆林图册，留在建安府的那个价格库里保管。你要是想土地买卖，那就得跟那个榆林图册对比物，官府才能发红契。你要真想算清这个田亩和田契的误差，那就得去价格库。 我说价格库啊，可不是谁去，他就能自个儿了。如果你能带我进价格库，你就陪我去省城。这可是难得的版本呀，这套图集五色齐全，画面生动，构思巧妙。哎，这漫漫长夜，那可真是削发的良品哦。 家就要烧没了！大人呐，哎呀，先别管那个呆子了，他们都进窑还葬在里边。让我。
我爹去扬州开了分铺，续了弦。这边的铺子就我姐一个人操了，我这样一定得替她分忧。六分，师母六分，我得好好赚钱，人话赚不了，我就去省城。干片大的，哎，老帅，你是我好兄弟啊，你可得帮我。到时候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不是我算错了，是田七跟田母本来就对不上。你怎么还在想早上那块田的事啊？这个田他不对呀、啊，可能当初他画田的时候就有纰漏，你管他呢。不是那一块田的事儿，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发现他们所收上来的田七跟他们找人试计量的也对不上。你要是想查清这个，那就得去架个库了。价格户。对啊，咱们仁华的每一块田地啊，那都得把田主、位置、自治还有面积，都得在官府登记造册。一份呢，田主留作地契；一份做成鱼鳞图册，留在吉安府的那个价格库里保管。你要是想土地买卖，那就得跟那个鱼鳞图册对比物，官府才能发红契。你要真想算清这个田亩和田契的误差，那就得去价格库。我说价格库啊，可不是谁去他就能治得了的。如果你能带我进价格库，你就陪我去省城。这可是难得的版本呀，这套图集五色齐全，画面生动，构思巧妙。哎，这漫漫长夜那可真是削发的良品哦。哎，这书可不是我想看，是我一个朋友要看的。啊，你说这巧了不是？我有个朋友也想看一些书，你让我的朋友看一看，我就让你的朋友也看看。佳木，佳木，来来来，爹，
8530是什么意思？头檐檐上滚，二檐雪花飞，三檐四檐扣骨头，五檐六檐抱千头。我要是有姐姐十分之一的能力，姐姐你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别给我绕弯子啊，说事儿。省城那批货你不用去了，姐，我跟老帅肯定给你完成。长大了，知道体谅姐姐了啊，有这个心啊，就帮这个忙吧。哎，那要去自己去啊，算单子给我留下。哎，不，不行，姐，我得带着老帅去省城见世面的。他得给我盘账啊。不行，没有老帅，没有老帅我不行。赌不赢是吗？对。哎呀，不是姐，不是这样的。人呢？你什么事儿啊？仁华县的税赋账册里有一个大疏漏，我来提告，希望你们尽快纠正，支持调整。疏漏是你们家多交税了？不是我家，是整个仁华县的税赋出了问题，一个巨大的错误。哎呀，我写给你看吧。整个仁华县，那关你什么事儿？数字有错，不应该是户房负责纠正吗？这钱粮之事，那是一级压一级，你得向上找啊。什么意思啊？别说我不教你啊，仁华县的钱粮都交到了金安府，所以你要提告得到金安府的库房，你明白吧？诸位免礼，谢谢皇上之福。在下金安府通判宋仁，见过皇知府。宋通判不必多礼。在下仁华知县方孟真，见过皇知府。方知县免礼。您。您一路舟车劳顿，真的是辛苦了。我们一直在门口恭迎，没想到皇知府竟然要先到了。本府私自决定啊，提前到达静安局，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多走动走动，了解一下静安本地的风土人情，没给方知县造成什么惊扰吧？哎，哪里哪里，我大明官员若能像您这样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那定会天下太平，海晏河清啊！方知县谬赞了。本府既然为大明牧守金安，自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个刀杀货，你是阴魂不散呀！府衙的事儿，你到府衙去申告啊！金安府衙的人说，他们只收县衙的文书，这笔税赋是白白多交的，就该由县里提告。那谁说的？你找谁去？他们让我找你啊！来人，给插出去！嘿嘿嘿嘿嘿，干嘛呢？啊，这是什么所在？师爷，啸叫喧哗，成何体统？哎，怎么又是你？师爷，这个算袋子不知道怎么议政了，非说咱们县的税赋有问题。对，问题是有问题。我给你看，你是说我们仁华县的税务出了问题？武江知县徐康送来拜帖，说公务繁巨，未能亲迎，恳请恕罪。哼，把那些拜帖都扔了吧。是，好好，没事没事。老爷，建安府名不虚传吧？啊？这些个县令，本府大人居然敢拖着一个个不见，这是商量好了要给本府一个下马威啊！啊，小心点啊！哎，好的，老爷。要不您亲自去县里转一趟，煞煞他们的威风。本府不能私自下到任何一个县里。去哪儿？我连隔壁的仁华县衙都不能去，否则御史会弹劾我擅离职守的。他们知道我投鼠忌器，否则怎么敢这么肆无忌惮？你这都好好擦擦啊！好嘞。金安府啊，上上下下真是
积尘太多了，乌烟瘴气，是该好好打扫打扫了。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跟我在这玩诸葛武侯呢？啊？那其他几个县的知县真的就不来拜见了？催收在即，朝廷征税，那可是大事啊！怎么着，黄知府，您还能挑出个理来？说到税赋，属下还有一件小事想向您禀告。说，有个呆子在户房闹事儿，非说在价格库的账册上查到我们县的税赋出了纰漏。哎呦！纰漏？什么纰漏？啊，是我们县每年的税赋都多缴了。什么？多缴了？谁说的？此人冲撞衙门，擅入禁地，奉知县老爷令，失责实下，以儆效尤。你本来就是个大鼠篓！闭嘴，闭嘴！哎，行行。吃一顿打，把嘴闭紧。住手！哎呀！哟，宋同判，包师爷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此人擅闯价格库，我是奉了方知县的令，施以惩戒。金安府谁不知道这帅家莫有问题？我与他的长辈有些交情，能否给宋某几分薄面？宋老板既然说了，下面的板子那就免了。哎，不过您得好好劝劝他，这家伙啊，胡说八道的，非说我们现在赋税出了问题。这事儿如果传到黄知府那里，那岂不是给我家东主和您找不痛快？他是因为赋税的事儿才擅闯价格库的，可不？哎呀，家木，我已经给你求了情了啊，余下的板子不大了。回去之后不要乱讲话，这赋税的事不是你这种人可以参与的，啊，按守本分。傻孩子，别再乱讲话了。说这棋哦啊，最近啊那个私捐税案吵得沸沸扬扬，本府就是想关心一下，不知方知县查的结果如何了。那个释迦莫脑袋有问题，他查出来的东西未必坐实，也不能全信。您那么忙，待下官核实清楚再向您汇报。好了，就让帅家莫去查，一个月之内我要一个结果，到时再跟方知县一同参详。好奇，好奇。帅先生，我对钱粮事务也颇有心得，你打算怎么查呀？这次要查的
是金恩发现的档案夹克？要都看吧。哦，不全看，不全看，全看来不及。我有个想法，这次啊，先从仁华、童养、万城、兰溪，先从这四个县，从成化年间到万历元年，所有夏税、秋税的缴税记录。这么多呀，能看得完吗？恐怕需要很长时间。好，不着急，慢慢来啊。一个月不够，那就三个月。三个月如果不行呢，那就半年。五个月，五日之内必有结果。五日。县公事无不乐于糊涂而恶于清澈者，于田赋为尤甚。涉及到税赋这一块，不要太较真，太复杂了。他主张什么？他就想把这笔人丁私捐均摊给其他七个县。那其他几个县呢？平白多了一笔负担，不会同意的。只要道理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凭什么不同意？各个县有各个县的利益想法，不是光靠道理就能解决的呀。哎呀，来了来了啊！这几天真的是辛苦你了。我不喝酒。好，不喝酒，那就吃饭，吃饭。哎呀，这几天算账真的是辛苦你了啊！可有眉目啊？还没有，但我已经有了想法，不能光盯着折色银钱。金安府的税赋还包括米麦布绢等本色实物，要一一折算成白银，很费时间。可有结论？证据还不够，不能说。这里没有别人，就只有本官。向我透露透露，这个暂时不能入库，否则账就不平了。啊！就别闹了，我去干活了。算呆子，你就是个算呆子，算呆子。老范老。因此前熟地的事我办的差不多了，您这次兑回的田地收益，这包书皮呀、啊、是有讲究的，如果步骤不对的话，蛀虫就会啃食，纸就废了。正是，我家里的书就是为妥善保管，以至于深以为憾。哎呀，官府的家格库保存的更不得力，像我们这次土地过户，那些榆林档案被虫蛀了个七七八八。幸亏他们知道您一贯为人清正，干脆让我们自行估算，然后给官府报备一下。这程先生，到时候我送你些许的书皮回家包包。范老，只怕我家里的书还不如您的书皮贵。思娟只不过是一个皮罢了，包在里边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范老说的是，说的是。明天就是五日之限，到时候县府三级会审，你可要用心汇报，出了岔子。佳木，佳木。记住这个数字，记住这个数字，为父一生的荣辱都在里面了。帅家木，今日王知府、宋同判都在此，你要把所查事实如实道来，如有虚言，仔细大板伺候。
江墨，你为何还不开始？我在等人。等人？等谁？等我的朋友凤宝玉，我们一起首唱提高。他就是个凑数的，他来不来都一样。你赶紧提高。宝玉要靠此扬功名，我必须等待一切。哎呀，真是一个赤子之心。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你的朋友陪你一起提高，不光是博功名啊，你要是算错了，他可陪你一起受罚。我不会算错的。若要说清楚这人丁私捐的来源，须得从成化九年说起。那一年，倭寇袭扰奉兴，朝廷让仁华县为官军提供军饷，于是呢，加收了1500匹私绢的鞋饷。谁正想这倭寇啊，在当年便退下，可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也就是成化十年和十一年，仁华县又相继缴了同样数额的鞋饷。可见，这笔鞋饷从临征变成了常例，每年都在缴。倭寇啊，时来时去，军队常备不懈，鞋饷每年征派也是不得已，百姓们倒是体谅的。这明明在说私捐的事情，这怎么又扯到倭寇去了呀？马志谦，少安勿躁，继续。军队要鞋饷，通常会找府里对接，怎么会单独找到一个县呢？其实一开始军队找的就是金安府。这笔鞋饷的总额为私捐6000匹，其中1500匹由仁华县承担，其余的4500匹由其余七县分别承担，数目不一。你这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些什么？哎呀，我按如今的市价，每匹丝绢折银6000，6000匹丝绢折银3600两。考虑到成化年间与万历年间丝绢价格的变动，在当年，6000匹丝绢的折银，正好是3530两。你的意思是，今天仁华县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应该是整个金安府交的鞋饷。正是，这是我抄写的从成化九年到成化十六年八县的账册。你是让我们看什么？重点不是看什么，重点是看不到什么。什么意思？从成化九年到成化十一年，这笔私捐鞋饷的缴纳结构是仁华县承担1500匹，其余七县承担4500匹，每一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每年都有支出。可从成化十二年到成化十五年间，税赋账册却不翼而飞。我翻遍了整个价格库，都没有找到。国土重铸中年数年的损毁也是常有之事吧？成化十六年的账册还在，可我查阅时发现，在其余七县上缴金安府的记录中，已经没有了这4500匹的私捐鞋饷。与此同时，仁华县的记录里却突兀地出现了一笔人丁私捐税，数目正是3530两。所以你怎么认为？所以我怀疑，在成化十一年之后的某年里，有人把这笔税赋改换头目，瞒天过海，通通转嫁到了仁华县的头上。所以金安府的账还对得上，可缴税之人已经变了。简直是一派胡言！你写下这一堆数目，就可以唬住人吗？适才发给诸位的抄件，均抄自于价格库的原始记录，上有索引，随时可以查底。既然中间数年记录湮灭无存，你把两者如此等同起来，这未免有些武断吧？这其中算法非常的精妙，你一个当官的，怕是算不明白吧？冯知县。这就是你县的生源，冯宝玉，你住嘴！
你可知邓知县那当年可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当年工部官政，他能默算那年黄河治水一年的开销，分毫不差，皇上都亲自褒奖过。可这3530的散数在账册中反复出现，定有蹊跷。那你的主张是什么？功名，哦，仁华祥生丰宝玉，学生主张，这3530两的人丁私捐税，不应该由仁华县一县承担，而是由8县按比例分摊。这番解说非常别致啊，而且清晰易懂。哎，方知县，此子以前是否在书房当过书吏啊？他啊，哎呦，他的没，他只是个人喜欢罢了。我看未必吧，为了给你的县里省些银两，真可谓是啊，煞费苦心啊。毛知县，你这么说那可是诛心了。你想这些抄件和文书在价格库上随处可查呀，可不是我说的呀。谁人不知，金安府与仁华县共用一个价格库，若不是你指使，难不成还是黄知府放这帅家冒进去的？毛知县，正是。对，我好像是顺嘴提了一句哈。你怎么这么实诚啊？没错，黄知府，我们这些县官都是来述职的，这突然间背回一笔无稽的税赋回去，这如何跟治下的子民交代？是啊，你说我们这是来呀？诸位莫急，诸位莫急，这帅家莫所讲是否合乎情理尚无定论，此事体大，还需细细参详才是。老栓，你还好吧？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只要把这些不重要了。怎么不重要了？要证明人丁私捐与协饷之间的关系，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只要把原始账册拿到，就一定可以算得出来。老栓，有件事我今天必须问清楚，因为这关系到后面很多重要的事儿。你说。昨日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哪个？他说你是为了替父母报仇，借着人丁私捐税搅乱金安府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我父母的事，我一件都想不起来了。我相信你从来不说假话。可是你听完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你昏倒前的反应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呀。我当时头疼欲裂，很多以前的事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吹到我的脑子里，不过全是颠倒的，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那你之前就真的一点都没想起来过吗？希望我能记起来，可是我连我爹娘的长相
都记不清了。以前就算有人骂我，说我爹做过什么，我也无法生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可是你记得你父亲教给你的算学啊。因为算学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你不懂，就像我永远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觉得青楼毒房里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儿。你也不会明白这算学之中有多少乐趣。乐趣属性质朴，算学是天下最诚实的东西。一加一永远是二，五乘四永远是二十，而十二自十永远是144。人心叵测，难以琢磨，而属性质朴从不虚实，树与树之间的关联就好比天上的星宿一样，万年难移。只要你掌握了其中的运转之妙、计算之理，便可以俯仰天地，上下求索。这便是我所求的道。任凭数字无穷无尽，任凭难题变化莫测，无以一道而喻之。也许在你看来，这只是一间装满了断烂朝报的破屋子，可在我看来，这是直通仙府的大道。我在其中神游天外，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数的景致只在一念之间，何其的快活。去去晦气，你是在监狱混挺好啊，大家都怕你。他们怕我是因为他们说我有妖上身。哎呦，那巧了，宝玉也有妖上身。哎，那你也给我扫扫过来。哎不，哎呀，你别，哎呀姐，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这好。沈江墨，冯宝玉。冯知府。哦，对，知府。沈江墨，这是你写的提告，还给你。我在里面想出一个新的证明办法，只要曾府进条陈就可以证明。在金安府就别想着再提高了啊。可是人丁思娟的，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是吧？在金安府就别想着再提高了，明白吗？彭师傅，你慢走。文章是个好文章，帅家墨，只是所托非人啊。哎，我看看。呀，这黄师傅是在给你改文章吗？啊，我看看。你看。哟，改这么多啊！黄师傅不是要做你的厨师吧，呆子？这什么？这是底报。什么是底报？不知道了吧，姐姐？他这个底报啊，就是说上个月里边谁升官了，谁贬职了，哎，哪国来进贡了，朝廷下发什么圣旨了，都在这里头，是发给各省官员作为参考。那给人家黄师傅还回去啊？啊，也是。走走走。哎，黄师傅，黄师傅。刚才黄师傅说，我们在金安不要再告了。对啊。那如果在金安以外的地方呢？是不是让咱们去比金安府高一级的地方去提高呀？要用上什么？嘿，不是，我先去趟衙门，你一会儿在赌坊等我。赌坊，来，走。快快快
我会游泳，我会游泳。我突然来省城，你就不好奇吗？你是来跟我辩论的？你还真是个算呆子。但不管怎么说啊，虽然我会游泳，但还是要谢谢你刚才出手相救。在有人刺刀我面前，我会害怕，也会难过。你是个呆子，也是一个好人。这年头啊，能做好人的大概也只有呆子。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就是把刀，谁给钱我帮谁。刀子只要足够锋利就好。至于你是什么心思，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根本不重要。刀子会有心思？没错，没有人关心刀子他有没有心思，没有人。你说的话我不太懂。嗨，我这是怎么跟你呆子聊这么久？走了，再见。算呆子，我告诉你，既然我来了省城，你们所有的打算注定要落空了。宝玉已经去找人递朝臣了。走着瞧。再见。快一点，这奇了怪了，你们的条陈竟然被驳回了，还批了无理。该状荒谬不堪，言辞悖乱，只增笑耳。且今安抚已有诚意，无庸再审，无理。不知怎么就被驳回了呢？您也看见了，这关节上都没问题，这问题出在状子上。不可能是我的问题，只怕是有人针对你们吧？啊！哎呀，不可能，谁会针对我们呀？我想起来了，程仁清也到省城了。啊！我就是他来了，可就麻烦了。哎，庄先生，你想想办法，这到底怎么办呀？凉拌呀，没办法了。爸，你之前不是说有很多衙门吗？你们这是暗杀使司明确驳回来的条陈，你给哪个衙门谁肯接受？而且再说啊，针对你们这个人太歹毒了，一招封喉。我看你们这个提告在地方上是不可能了。巡抚衙门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过，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都是地方的衙署，除此之外还有巡抚都御史和一个巡按御史。那可以啊，你这个朋友记忆力。哎，咱们就去找那个奉清巡抚都御史。哎，现任巡抚是李世达大人，的确是奉清最大的官了。不过你们两个连巡抚衙门都进不去，而且人家接受的是地方上诉的案子。那巡按衙门呢？可以啊，咱们确实得按照巡案的路子走。你看啊，他这个巡案，他是朝廷派到地方的监察官，而且他的衔职是挂在了督察院里，他跟地方上就没什么瓜葛，顾虑也就少了。哎呀，但是有个难处啊。要使钱吗？你还有钱吗？没有了。那不就得了吗？巡按御史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巡字上，他四处巡视，你们在省城里肯定找不着他的。不过我算一算啊，巡案差不多应该寻到了延州府。对，延州府。
们回仁华，正好路过延州。陈仁清，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来给你们一个忠告。切，能有这个好心呢？我若是你们呢，暂时就先不回仁华了。谢谢啊，我们不回仁华。我姐说了，你的话只能信一半。总之言尽于此啊。自求多福。